안녕하세요하다好我是슈슈눈빛이떨어져요조금씩멀어져요보고싶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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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얼마나기다리면또몇밤을또세우면너보게될까너보게될까만나게될까만나게될까大家去听过了彭坦宋牛坦的 POM 呢上星期呢我就在我的面子书上呢就是问大家要不要这一个星期的影片是来分享防弹的这首歌呢在还没有分享这首歌的歌词的意思之前呢其实我更想分享的是这首歌的整体感觉还有它的意义这首歌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它隐隐约约代表了两件韩国非常就是令人心痛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生的大邱地铁火灾事件第二件事情是在2014年的时候发生的船难就是世越号这两件事情是让很多韩国人都非常的心痛然后感到很伤心因为其实这两件事情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也突然间让很多的家属们就突然间失去了自己的至亲那我整理了十点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这十点到底代表了些什么东西第一点呢就是 Monster Rap 的部分了因为在歌词里面他说我好想你就算看着你们的照片我也好想你其实看照片就是有一种思念的意思那也比较多是可能这个人不在这世上了对他的思念只能靠着照片让人家想起死去的学生们啊或者是现在还活着的家属们对他们的思念还有一些就是伤痛第二部分呢就是在歌词中也有说到冬天很快就过去春天会来吗这有点在体现着仍然还在活着的朋友们走出伤痛的一些过程第三点呢就是要回复到 MV 上面了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 MV 拍的所有画面都有它的意思吉米就是望着大海有人说其实这一幕就是吉米代表着所有的人对那些学生们的一个思念第四点呢就是 Jin 和 V 呢就是有做出这个手势这手势其实有一种像拍照嘛对不对那其实拍照的照片有种代表说透过照片呢会去回忆他们第五点呢就是防弹的所有成员们呢就是在那个船那边玩耍嘛这有种表达当时学生们就是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那他们在一起的感觉船上所有的回忆第六点呢就是我手上不是有拿着一只仙女棒吗其实仙女棒有一种代表希望的一个象征就学生们在遇到发生意外的时候呢他只能靠着这个一点点的光源等待就是有人来救他们如果当时那个人是你的话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七点呢其实这个要非常的细心留意有一幕是在那个洗衣机的画面不是那个洗衣机一直在转吗如果你有留意的话那个洗衣机的那个玻璃门啊它是贴着Don't forget 不要忘记这有种说不要忘记他们的感觉然后还有一幕就是很多人在走其实如果你留意上面的字 You never walk alone 你不会一个人走第八点呢也是我看完这整个 MV 里面最有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那一堆衣服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堆衣服呢那一堆衣服又代表着什么呢其实那一堆衣服啊就让人家想象到有多少受难者残破不堪的状态真的是让人会觉得很鸡皮疙瘩然后很伤心第九点呢就是我从一节节的包厢这样子逃跑到洗衣房就是这让人家想到在发生船难的时候其实大家跑不了的其实大家只能在海中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自救因为太突然了还有就是在列车上和全员在一起还有就是 J-Hope 呢就叫醒 J-Min 要 J-Min 保持清醒其实这一幕有点让人可以想起就是当发生船难的时候学生们的相依为命的感觉互相的是想要救对方可是又救不了的心情第十点也就是最后一幕吉米拿着双鞋就是帆布鞋起来然后挂在树上其实这有代表两个意思啊一个就是代表说已经去世的人或者是第二个意思就是代表你已经毕业了很明显的在这里就是那双鞋是代表着死者的一些遗物挂在树上然后永远对他们的思念
感觉前面就是啰嗦了老半天，那其实主要是跟大家想说，在我们分享歌词之前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了解这 MV 想带出的一些意思和画面。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跟大家分享 Pomna 这首歌的歌词吧。那首先 Pomna 就是春日， Pom 就是春天的春，那就是日子嘛，所以 Pomna 春日。在 Pomna 这首歌出现最多次的歌词就是 보고 싶다，보고싶다，其实보고싶다跟보고싶어是一样的意思，我想你，我想念你的意思。눈꽃이떨어져요，눈就是雪，那눈꽃이就是雪花，떨어져요是掉下来，那雪花是掉下来的嘛。또조금씩멀어져요，또就是又的意思，조금一点点，멀어져요是멀어요，멀어요就是远，又渐渐的离我远一点了。接下来就是보고싶다四字嘛，就是我想你的意思。만나게될까，만나게될까就是我们才能相遇，我们能相遇吗？还有就是一个 chorus 又换了一两句话嘛。표끝이피나파요，표끝就是樱花，那피나파요就是盛开，是给花盛开的用语，樱花也就开了意思。이겨울도끝이나요，이就是这个，겨울就是冬天，끝이나요就是要结束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所有防弹少年团 Pomna 的这些资讯呢，希望大家都会喜欢，然后更了解这首歌，还有就是更喜欢这首歌，因为我其实真的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如果你喜欢的话，那就记得给我一个赞，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分享给所有喜欢防弹少年团的朋友们，还有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那已经订阅的朋友们，记得在订阅的旁边有一个铃铛，一定要按下去，这样子只要我一上传影片呢，你就会收到通知，你就可以马上看到影片了。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桃妹牌哟，안녕。벼끝이피나봐요，이겨울도끝이나요，보고싶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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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조금만기다리면몇밤